就这个事嘛，来是走了啊。啥活动我们就早早回来，我把东西都带上来。这么早冷吧，快回家喝点水来。不冷不冷，别早早该早早早早该早白来啊，那行走。东西都准备好了啊，这开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葛燕，今天我们在一起叠篮子，现在开始。叫咱们脚过来开始打底底啊。啊，只要坐的在这儿好叠了，从这么给你点。我看见菊花弟弟的好看，你给咱们打成菊花弟弟。哦，能行。再来个红的。嗯。这个酿两根。黄酿两根。哎，对。最难的就是这个，是吧？是那个。你看这都要好来了，你看鸡好。你把这个弟弟还打好来啊，圆圆的。别夸夸我别过，来来这我还没别过，这还来了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咱们别夸夸给打的底底和不一样啊，那都得简单。嗯，这个是比较麻烦。老天儿，你给我看下这个底底能行来吧？哎，能行来。这样你就一直就这么个脚刺儿，这个一弄就能拉变个包包。看个简单啊，这编起来还难了。三绕两绕三的把我绕晕了。啊嘛，演过前遍不如手过一遍嘛。就是的嘛，咱们也眼瞧手收着嘛，不会看就问着，多编几次就会了啊。哎，你们干啥的？这还大口吃，别夸夸着了。嗯，看我这个编啥像？哎呀，看见这个好看着了，看见你们太费事了。哎，这个该卖过出细活了嘛。我俩回来吃饭来了嘛，看要是这个饭吃不上了。今天我给咱录一首啊，你们都吃饭。侯大，你准备给咱做啥吃的呀？等下就知道了啊。吃上点水果让吃。来，给你们上水果，上点水果。快不要别了，赶紧吃水果。啊，哎呦，我这靠嘞，赶紧，赶紧吃。哎呀，快让来试试。哎呀，我吃柚子，那赶紧。刚过了几筐洋芋啊，今天就给他们弄锅酸菜。再切点酸菜，哎呀，这酸菜可美了。要把这个烙一遍，不给酸了。锅里倒油，放点醋炝下味儿，下洋芋，盐，哎，倒的多了，赶紧赶紧，来点调和面。加水，再两个盐儿，上细细。洋芋来了，能放酸菜了。好的，给我拿着。拿糊了，来上点味精，把这炒一下。哎呀，再来上一坨坨肉汤。看这糊糊多美！快，都来吃酸菜啊！再撒点醋花。哎，好了，你们能吃饭了，谢谢啊！不要别了，我说咱把孩子收来，咱们吃饭啊！哦，来，我给你们几个舀啊！来，自己的米饭。菊花把这点菜还弄回来啊！嗯，倒点肉啊，都只管吃，这你该吃。哎呦，肉多了嘛，好吧，不肥，该吃。来，把你自己先忙前忙后的啊！好嘞，好嘞。你脾气今天咋上弄这个酸菜好着了侯大赶紧吃啊、哦、我侯大他这个费时间了真还费时间了快快吃吃了咱好再干哎呀不要忙嘛咱们该慢慢吃饱饱的再嘛吃完了继续啊啊、哦、这下咱们是快的嘞啊把弟弟和爷爷一手就完嘞就是弟弟和爷爷比较费劲一点我妈看我都倒快的嘞哎呀，你还麻利了！你说我在这还没着呢。你那大呢？你那可大了，我的小。这弟弟收好了啊。哦，这下你就收上面的叶子就行了。嗯。再放俩钢丝圈，开始收叶叶。你看，就这些东西都有了啊。嗯。我
都这样吃了，就带别花了，你再快吃的来啊。快来，我那马上来了，这是。看我的爷爷是终于快来的了啊，咋这么费事来了你们？这个爷爷就比较费劲儿。朋友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篮子就别吃了，觉得咋样？看谁的最好，可以在评论下方来一波。让我的最小化，好着了，看这好着。小有小的好，大有大的好，是吧？就这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记得点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支持，拜拜。拜拜。就这个长得好，这个也长得不错。媳妇。你给好的不好的奶丁开了吗？就光捡好的条了。开会该叫开好的了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宝。我们条队今年种了这么好一片菜花，竟然不跟我说。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了。我今天专门拿了个大筐子过来，每看着这么一筐子回去让给儿子吃。菊宝你在哪喝出事了啊？明明吃了给你吃来了，你儿还就是这么说。那就快吃完的了才跟我说了。吃了。这爸妈这么一堆菜花还不够你吃的呀还。哎，我给开个玩笑嘛，这把能吃完了。媳妇儿，过来，你还往外开呀？你还？哦，走。这什么烂菜花嘛？一到地就挑出来这么四筐。这里嫌弃了，哪里我给咱送回。哎，我给说说。这玩意儿，家里边吃的没小菜了，今天就拿这几筐菜花泡个酸辣菜花吃。你个慢些嘛，都白睡了你。睡了睡吃大了大吃嘛。白头胡子不好了嘛，来让开，来来来。再洗一点青红辣子和菜花一起控干水分，切点姜片蒜片，青红鲜椒切段，倒到控干水分的菜花里，姜片蒜片倒进来，来点小米了，连汤汤倒进去，来吧爷，少来点白糖、花椒、回醋。凉开水拌起来，装到干净的坛子里，最后来点白酒封盖儿，今天的酸辣菜花就泡上了。这几天温度可高了，都在30几度，就像这种天气的话泡上4-5天就能吃了，喝酒的时间你举上一盘盘特别的开胃。哎，泡两坛子，嗯，这吃面可没辙了。咱们吃不了这么多，把这大坛子给下来送给了啊。那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拜拜。